我不是民进党不帮我处理枪击案，我是自从我的枪击案发现是民进党叫人来的，让你懂吗？不是他没有帮我处理，是后面原来是民进党陈明文违法接见帮保和会，钟文智后面的金主于天领二十几个立委帮保和会的金主直接开脱，民进党跟保和会就像妈鸡骂巴迪巴迪，然后保和会来开枪我，我是没证据啦，不是他帮没有都要处理啊，是我现在认定就民进党开了枪。阿管是不是因为民进党没帮你处理枪击案，所以现在想报仇？嗯？啊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我不是民进党不帮我处理枪击案，我是自从我的枪击案发现是民进党叫人来的，让你懂吗？不是他没有帮我处理，是后面原来是民进党。你讲错了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我快速的用几秒钟的时间，陈明文违法接见帮保和会，钟文智后面的金主于天领二十几个立委帮保和会的金主直接开脱，民进党跟保和会就像妈鸡骂巴迪巴迪，妈鸡妈鸡，然后保和会来开枪我，我是没证据啦。不是他帮没有都要处理啊，是我现在认定就民进党开了枪。你不懂的话，你去看陈明文，你打陈明文点狱长，你打钟文智，你打于天，什么恶心的结构啊！这群人之恶心的结构，台湾就这样子被黑帮绑架，民进党只是小弟而已啊。